今晚的这道菜她心心念念了好久，我终于给她做了，快让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酱料的配方在屏幕上了，有需要的截图保存。五花肉切网格，但是不要切断，用牙签在猪皮上扎小孔，抹上酱汁，先擦干猪皮上的水分，刷上白醋，盖上一层厚厚的盐，200度30分钟，去掉表面的盐，再刷一层白醋，继续烤20分钟，前方高能警告。酥脆的外皮，肥瘦相间的五花肉，这谁把持得住啊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